爷爷，这是什么药方啊？还魂丹。林凡哥啊，你听说过这个药方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还魂丹，怎么会有人突然要他的药方？最后宣布一件事，给你们三天时间，谁能拿到这个药方，谁就是苏氏集团的执行总裁。薇薇，翻身的机会来了。我们一定要拿到这个药方，到时候集团总裁的位置就是你了。可笑，这梦做早了吧，这个位置只有我能做。主上，近日组织内部有没有异动？再无异动。主上是察觉到了什么吗？今日苏家老爷子提到还魂丹药方一事。还魂丹？大人真是神勇啊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一切皆如您所料。大人，只是我不明白，这还魂丹的药方如此重要，老爷子竟然有执行总裁的位置了。我看你真是井底之蛙，连还魂丹药都不知道。那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